云 VPS 服务器的推荐配置是什么？当涉及设置 VPS 服务器时，选择合适的配置对于性能、安全性和可扩展性至关重要。在本文中，我们将探讨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，并为云 VPS 服务器推荐最佳配置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云 VPS 服务器的推荐配置。我们会涉及处理器和内存分配、存储类型和容量、操作系统选择、网络带宽、安全措施、可扩展性选项以及备份和灾难恢复等关键方面。通过遵循这些推荐配置，您可以为云 VPS 服务器实现最佳性能、安全性和可扩展性。处理器和内存，处理器和内存分配对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和响应速度至关重要，建议选择处理能力强大且内存充足的服务器，以高效处理工作负载。存储类型和容量，选择适当的存储类型和容量对满足您的具体需求至关重要。固态硬盘 SSD 极力推荐，因为其读写操作更快，能提升服务器整体性能。操作系统，选择适合您的云 VPS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取决于兼容性、安全性和管理易用性等因素。常见的选择包括 Ubuntu、CentOS 或 Debian 等 Linux 发行版，以及 Windows Server 版本。网络带宽，足够的网络带宽至关重要，特别是当您的应用程序或网站面临高流量时，选择提供足够带宽的云 VPS 服务器，以确保数据传输顺畅和用户体验最佳。安全措施，实施强大的安全措施对于保护服务器和数据至关重要，利用防火墙、 SSL 证书和定期安全更新来防范潜在的威胁和漏洞。可扩展性选项，云 VPS 服务器的可扩展性是其主要优势之一，确保您选择的服务器提供商提供灵活的可扩展性选项，使您可以根据需求轻松调整资源。备份和灾难恢复，定期备份数据并制定可靠的灾难恢复计划非常重要，选择提供自动备份解决方案和高效数据恢复能力的云 VPS 服务器，以应对突发事件。通过考虑这些云 VPS 服务器的推荐配置，您可以确保应用程序或网站的最佳性能、安全性和可扩展性。花时间进行研究，选择符合您特定需求和预算的可靠云 VPS 提供商。